哦，8:05啦，哈哈，早饭做好，白饭做好，做个素菜加鸡肉的，对吧？这带走，赶快去准备出门换衣服了。哟呼，一会儿再来装饭。呜呼，早上呢，口袋里放着轻音乐，进入工作状态，放松心情，对吧？不吹了，不吹了，赶快准备出门喽！这就是爸爸在干嘛的早上，今天6点多起床的嘛。到公司了，准备开晨会。今天起得非常早，很早6点起床，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天的饭啊。哎，这是我们 my favorite Australian， 我最喜欢的澳大利亚人。Good to see you. Come down under. You can is top sales. Sell right away. Hey, wait for me. I'm coming.Hey, Bobby! 哈哈，停车场不能停车，我们赶快一起移车。上真的人很好的，澳大利亚人也很友善。小伙子19岁吧，单身哦，就当他单身吧，好吧。我们停好车，他送我们回来，真是好人呐。先那个，一会儿再。哦，服务最好的同事。哦 ，great， great.Which? Welcome, you can. Hi, guys. Yeah. We're in a Hyper Pacifica. So he jumped on the desk and put everybody on the bus. Buddy, what's going on over there? You can't see. What's up, brothers? 好的，咱们回来了，继续聊刚刚那个话题啊，没说完的。唐大叔呢，现在也算是进入中年了。年轻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，特别是男人，这个抽烟喝酒。那又睡得晚，玩游戏啊，看片子什么的，但年轻的时候身体好，这没什么感觉。那第二天照常的工作，效率什么都不影响。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呢，这么多年的透支吧，对吧？睡眠透支、体力透支，还有一些很多乱七八糟的了，对吧？人生变得复杂了，各种关系，人其实会消耗得很厉害的。这个时候要开始自己注意了，特别像咱们经常也不太锻炼的，那更是这样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一个东西，觉得挺好的。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，身体肯定不如小伙子，但是好处就是这个人生的阅历，还有呢，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，你这个工作经验都积累到这个程度了。很多时候其实不用刻意想了，对吧？人家说学习的几个过程，第一就是知道自己不行，但是不知道不行在哪里。第二呢，阶段就是如果很努力、很去专注的话，我知道哪里不足，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到了最后阶段，其实你不用想了，对吧？你都知道怎么做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我最近尝试的就是说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这么多年吧，应该都是12点以后睡，2-3点，这么多年，到现在呢。连续10几天都是这个11点半以前睡觉，那晚上基本9点、8点左右下班时间我就不怎么看手机，然后9点来钟呢，听音乐或者一些东西，都是很轻音乐啊，或者一些自然的声音啊那种助眠的吧，让自己慢慢的，让头脑也是休息休息，然后让自己进入这个睡眠状态，争取在12点以前进入这个睡眠，也有很多 APP 可以帮助了，最近我看一下，哈哈，挺有意思。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有3个深度睡眠的这么一个周期吧，对吧？还可以2-3个小时，原来就一个，所以挺高兴的。第一次睡眠质量超过90了，哈哈哈，特别有意思。那这个之后呢，其实就是很简单道理，到了工作的地方，完全自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，就好像最近NBA 在来季后赛了哈，状态好了，因为你这个再怎么练，你投球也好，干嘛也好。那么2-3分钟是没用的，肯定是常年积累，但是你状态在专注会很有帮助。那最近一直在尝试这种方式，整个心情也好很多，所以休息好了，让头脑也是放松放松，那你带来的其实就是一个专注还有心情好，然后就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经验就可以了，都在那儿了，对吧？拿来就用了，就跟这个表演也好，体育也好，或者咱们正常人的这种职业的工作也好，都是一回事儿，挺有意思的，真是感觉40岁的男人，哈哈哈哈，大叔喽，这个 freestyle 真是有点玩不动了啊，哈哈哈哈。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赶快订阅了。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点赞，
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，下面留言，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呢当然了，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。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，还是好吧好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